俗话说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，更何况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御前宠臣，不仅管理户部，还担任内务府总管大臣，连皇帝的小金库都一起打理了，那这样他贪的钱财还会少吗？据说和珅被抄家出来的银两可供清王朝15年的财政收入呢，要不怎么说和珅是中国历史第一大贪官呢？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爱游山玩水，曾先后6次下江南，你想皇帝出游花的钱能少吗？皇帝又不好意思开口说要钱去玩，要深知乾隆心事的和珅自然要主动为主子解忧，沿途接待吃行住等也就少不了银子，所以和珅敛财多半也是乾隆默许的。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和珅在乾隆朝吃得开，在嘉庆朝可就不一定了。和珅得势时恃宠而骄，根本没有把皇子阿哥放在眼里，当然也就免不了得罪了后来的嘉庆皇帝。所以等乾隆一死，嘉庆马上列了和珅20大罪状，定下死罪，还有的当然就是抄家充公。可接下来问题却来了，嘉庆第一次派人去抄家时却没有发现和珅有多少财产，奇了怪了，难不成和珅知道自己日后的下场，提前转移财宝了？而正在陷入抄家困境之时，一位士兵在和珅卧房搬东西时不小心撞到了墙壁，却传来了一声空响，这才马上砸开墙壁，瞬间惊呆了，里面全都是金光闪闪的金子宝物，陆续砸开其他房间的墙壁也都是如此。原来和珅为了把自己苦心经营积存多年的宝贝藏起来，还特地设计了夹壁墙，即是在两堵墙的前面再建一堵墙，把正房和耳房前面的院子隔成两块，再把墙体掏空。看来和珅为了藏钱也是煞费苦心，把这个恭王府都设计成了藏宝阁。最后查抄出来的银子据说有8亿到11亿两，真可谓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有独特见解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喜欢本视频的朋友记得转发加关注哦。